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哎，我居然是你的排约对象。哎，可是你的条件那么好，我觉得陪我真的太可惜了。毕业。你心情不好，在生气吗？嗯。生我的气啊？对，我哪里惹你生气了？毕业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说跟我见面很开心。嗯。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好的对象，漂亮、优秀、有独立。嗯。你说我们因为台北跟云林的距离，所以我们之间不可能。嗯。我人在台湾。美国的股票我都能买了，到底为什么云林我去不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排约，所以故意找借口？真的不是？哎呀，对不起，算了，这个应该过两个礼拜它会长出来了。我平常都戴着斗笠，看不出来了。对不起啦，我没事了。还有排约的事情，真的不是像你说的那个样子。那天下午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已经好多年，好多年都没这么开心了。当你问我时间赶不赶的时候。其实我很不想走。是真的吗？那你一直不说话，不是因为不想跟我聊天？不是了，是因为你声音太好听了。我心里想，我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哎，我居然是你的排约对象。可是你的条件那么好，我觉得陪我真的太可惜了。当你约我下次要不要出来走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说好。那就一起去啊！我们只是约会试试，又没说要嫁给你，你干嘛想那么多啊？那不然我们彼此都继续跟别人排约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嗯。如果你不觉得浪费时间的话，老板，我知道他们配对指数很低，我有点被感性冲昏头，但是你看不出来他们很开心吗？我眉毛不见了。